你重要吗？有时候，你觉得自己一点都不重要。这座城市中，你是百万分之一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兰州工业学院校园广播。在这所学校里，你是一万分之一。而在这个三百平米的舞台上，你也只是一百分之一。干脆利落的进来，听明白了吗？我们再来一遍。但这里需要你，因为一百段声波的有序排列，才能演绎出最和谐的旋律。S 点的水平投影，明白这个地方懂不懂？懂。那好，这边有一个同学不懂，那我们就这个问题再来讲。哪怕你是五十分之一，课堂也会为你重启。若少一分你的天然雅致，便会减去十分。标准的样子。垂尾、舵机、机身、电机，少一样都无法离开地面。用以可视化的方式将结果展示了出来。我们的报告到此结束，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。六十秒的掌声，赞颂你们一起追求极致的精神。你的执拗，或者汗水，在一千米的尺度上计较0.1公分的误差。你的每一次反思都会引起一个房间的静默。咱们继续吧。你的每一次顿悟也足够让世界变得疯狂。就像一台机器，你便是那颗不可或缺的零件。对于他而言，你便是唯一。你重要吗？你当然重要，因为你的存在才赋予了这所学校价值和意义。这里会是你梦想的模样，这所大学将以逐梦者的光芒照耀新一代追梦者的青春。在这里遇见美好的自己。我在这里等你。